不能相信别人的时钟。哦，是啊。12:26。是啊。我的呢？我在录啊，红的闪起来。好、哦。啊？不能相信别人的时钟。你说什么？不能相信别人的时钟。要相信精确对时过的。你有精确对时过的？现在的手机都有。我说的是是啊是啊，是啊，就是这样，放了。手套有点冰啊。嗯。对啊，刚刚太舒服。哦。嗯。那边。右边。只有高天远。啊？绿线那条右边，东莞山发虎坪。就很那么往左，我们往右。我们要回金州市。是吗？松啊松！好啊，直走直走。好可怕！好，前面加速。因为前面好像很那个啊，好像很那个。这是绿线啊。哎，这样接回我们早上的路啦。我们早上从那边过来转过去。对啊。那这样一小段而已啊。
那边四小山，四小山下来，从那边啊。等你啊。加速。加速右转。直走了，直走了，不要刹，不要刹。
近啊，一点点。好。你说什么？对啊。休息一下，走，走了哈。好慢。一堆人刮草。好，那这不滑就滑两次了，够了。那就用吸管山回去的方法，好不好？都好啊。吸管山回去的方法我们还没做过。好。故意找没有草的地方。你往我这边，你往我这边滑过来，还是怎样？这边上坡，这里是上坡，往上来，往上来，好，停了，你已经停好了，路在那里。路在你背后，绿线走那里，红线走这里。啊，你要走红线了？我看一下。
我要看草被刮的多不多。可以。可以。没了。走了。变好了，可以做早上那个练习。很好，接着换我在前面。我想要知道我的动作做得怎样。前啊。这样子我们两个都可以一起啦。讲的从头到尾速度都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这样跟下来觉得怎样？啊、很轻松吗？嗯，还可以。对啊。有点花力气的把它并了。哦，我现在是不用花力气，我现在是要注意说这只脚松松而已。对啊，然后我很想回去看我的动作做得怎样。啊，这里稍微抖一些些。就自己滑了、啊，现在不能做那个练习了。对，要这样下去，这样下去，自己滑。
要去西管山的话，又是要往右冲那一边。嗯。那我们就坐西管山缆车。嗯。切。你啊？不是你走换了吧？哦，好啊，那我们就好到，停在你把板子停在这个上车的地点，然后走过去餐厅。你要滑 Giant 哦？不要啦，我不要滑 Giant。为什么 ？Giant 是比较红中发黑的。滑一次啊，就跟我滑那个一只袋一样啊。啊？那去滑一只袋就好啦。Giant 整条都太长了啊。我不想把力气都用掉，有点害怕。假如这么差一条，我每次看到这么大一条，就觉得应该要滑一次啊。要吗？你现在力气很满吗？还可以啊。嗯，去坐 Giant 哦。那 Giant 就一路冲到对面的缆车站，看到没有？那个房子就有缆车站。黄色的吗？现在前面有一个人站在那儿。那个是人吗？黑黑的。那是个牌子，要冲到那里。那是上坡，要哦，真的要哦。但是我还是有靠线的。有啦，有人在坐，有没有？椅子在动。缆车站在那里啊，那个斜斜的屋顶啊，那个就是路口啊。斜斜的屋顶就是增加吗？不是不是，那个是缆车站。斜斜屋顶是房子耶。你看这些人就要冲去，看一下是不是？那里还有 BB 嘞，我还记得嘞。是有绿绿的东西那边吗？不是，是白色屋顶那一个。全部都白色屋顶那一个。屋顶长这样子的。然后那里有三个门，你有没有看到？黑黑的。这里不是一个小隧道吗？那不是，那个就是路口。是小隧道你看的跟我看的不一样、啊。你看有人要往上走，那个就是路口。对，他们要走去哪里？他们就要走去缆车站啊。所以我们在要往上走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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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多远开始冲的？这里就开始。完全不能刹车。有多远是多远啊，就这样。哎呦，你说什么？我有看到罗莉莎。昨天我把板子插在那、啊，所以我还记得啊。你说什么？好，你躺下来。嗯，好啊，刚好。好吗？好啊。这里有一只在场吗？啊？没有，这整面这么长，坡度很平均的大。
双人缆车，那不就很慢？不知道是不是高速？好热啊！一小脚而已啊。要一起坐吗？一起好了。一起咯。一起哦。冲得很快。ありがとう。はいはい。啊，好热啊，很热啊！我已经热了，刚一出来还是会冷，稍微热起来，热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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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滑一次就好了。巨人也就这么一条缆车。对啊，所以你看，我们那是斜的跑出来的。在更上面一点，斜的跑出来。更上面一点。对。它有弯磁连磁两个洞过来嘛，一个是下面这个，一个是上面那个。我们是从上面的过来，然后走的要死。我宁愿它拉绳还在，他说拉绳后来废止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多人摔倒了。太多人在那里练习吧，因为大家都不会拉绳啊。但是 ski 的拉绳就拉得好好的啊。他是用屁股拉，是不是？如果是有个踢法放放，塞在屁股后面。对 对，用屁股脚，因为你用手拉，手会浪费力气。哎，哦，这个是那个踢摩托车的地方，我还以为是隧道了。你以为钻出来就到了？嗯。等一下来看那一个。那个口在哪里？对啊。那也就是说，用那个找那个口比较难哦。就是那个陡的要命的不成？很细吗？太陡。哦，好像有点冰哦。哪里冰？上面那边看起来透着一个黑色。好，快点滑左边一点。这什么味道？有人在烧东西，烧焦啊。烧山。我看一下。如果用冰拿去盖会怎么样？嗯？应该也会熄吧。你说灭火？嗯。不知道。这里没什么风啊，还是风已经过了。我刚刚没有看风的预报。阿威突然，奥兹赫说开了，我们要冲回去奥兹赫吗？当我们回，那重点是我们什么时候回烧耳山？我们等一下吃苹果派，吃完再来看。我觉得我们苹果派只是要吃，没有休息很久啊，尿尿而已啊。因为我猜现在十二点。现在一点多了，一点多了。对，我们出来就已经十二点二十四还二十六了，你以为？哦，我以为才十二点多一点。时间嗯，还是就不要去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回家的路就是这样啊，顺顺的回去也就是这样。所以它被围起来的是这一块。是这里下来吗？没有，应该是吓死大家，因为这么陡冲过来又都是草，还有石头哎、欸，这是石头吗？你哪里有看到石头？这不是石头吗？啊，是哦、喔，这不是石头吗？我近一点我看，这
大滩不是石头吗？哎，没有，你看这是 Z 字形的路，理论上是下得来的，不然你要那个钻隧道过来的人死惨惨了。这边应该顶多跟那个一样了，跟联络道，但是新手会吓到。我看这条路上有没有写、啊，其实应该是还 OK 吧，而且这样子这一段都还 OK， 这样子来回立字形切下来还 OK， 重点是在这个桥的地方。你看一下这个，应该是还可以啊。做超大弯，嗯，四个弯就下来了，是吗？自我幻想。再看一下这条路，因为这条路的前面都是草，所以这条路就不能开啦。这条路都是草。这个围栏的，还是这不是一条路？好像不是哦。好像是。哎呀，总之过得来吗？奇怪，总之就封起来了那一天。欸、这该不会就最上面了吧？我们那天从这里钻出来的吗？哪有？现在才16:11啊。对啊，我说我们那天是从这里钻出来的。不记得了。应该是这里，大概是这里。这条路，走个烂石。你等一下看有没有那个滑好的痕迹，那你看那么烂，有个烂的。哎、欸，这好像是人的路啊。车的、欸，怎么这样是车的、啊？那我们应该在更上面，我们从上面那个局限滑过来的。这个是给车子走的。对啊，车的。哦，那找到了，就这里。哦，这个吗？这个局限。它这个是车子要来了。还是要一直都有声音。这是下面。哦，看到了。太阳出来一点点。这里啊，这里。很累。走个半死。很累。这个凸出来不知道什么东西。那天就照咻下来、嗯。那我们几乎是。也滑了。几乎是滑了全部啦。我们几乎滑了 Giant 的全部啦。嗯，差一点点。只差头而已啊。那我们已经滑过了，滑两次，但是很漂亮，嗯，白白的，啊，舍不得哎、欸，看、啊、滑七天那么快就要快，还好结束了，啊，你还想滑吗？嗯，就是下一次再来，我们就已经是想打了，你不要又选到忘光，忘光的家伙，对啊，我也是忘光了，我就跟着你就好了，问你就好了。那个，它应该有牌子，往顽池、莲池。过去的话可以用滑的，滑的再钻隧道，但是回来的话要用走的。就这样。看那个牌子，看牌子写什么，写往左莲池，往右 Giant。就这样。哎呀，那我们要包场。嗯。今天礼拜四，好，要不要包场？是啊，学生就已经很多了，就是学生不会，学生不会来这种斜度啊。但是前面那个有背号码，他该不会也是学生吧？他是背号码吗？还是背号？好像有，哎呦，谁在说话？怎么就摔倒？我就滑倒了。如果一个教练，两个教练，一个学生，不可能吧？一个教练，两个学生。哎、欸，说好的两点要有太阳哦，那边有蓝天。是啊，好像晚了点，因为原来预报是说12:00。现在1:00多了。应该是三个。到底还要不要吃苹果饭、啊？可以啊。1:00多2:00，然后一路滑回去，刚好也4:00收工。所以就不需要自喝。啊？不需要自喝。
我们这样沿路滑回去，到了那个，你觉得这差不多了是不是？缆车就上不去了，广多拉也没开到四点。自以为滑很快啊。对啊，没有，并没有，就刚好。很快就两个缆车而已，觉得还好哎。嗯。好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是是。不然，到时候跟我说那边风景很漂亮，我会。没有，我们三环山就这样。啊、没有去。往左去。为什么没有去？哎呦，它有点高。下来，可以吧？可以下来。你不用。那你要下吗？哎，你为什么往前爬、啊？靠近哪里？你要正后面，不是那边更漂亮吗？好，都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子，然后你要，我要拍后面，然后后面应该也帮我拍。对啊，每个方向都拍了。好，那脚有点酸。哎呦！我要正后面，你要往上。好啊，那这边这边，你要不要往前？不用，我拍风景。好了，收工。还看到缆车在跑、欸，哎，是学生在做 S 型吗？你看雪道上有一堆人在滑来滑去，应该是学生吧。麻烦呢、欸。有了，可以了。好了。我刚没有脱下来啊。本来就有扣啊，好得很。先下去吧，这一波简单的。
就这样啊，走啊。刚不就说四个吗？嗯，接下来应该比较松一点吧。上面就那边碎碎的，这里松松，这里是怎样积雪的地方。他走绿线下去了。是啊。对啊。嗯。好啊。哎，我刚。
刚没在看。我应该是朝着山上看了，但是我在晃神。好啊，我帮你用手机录好了。全部都是这种碎碎的，好累哦。硬到不行了，咔咔咔咔咔，这样子滑，哎。硬到不行，这样。问题是，我们现在已经虽然觉得太硬，但是我们已经不会被吓到要。你刚虽然有后座啊，但是你顶得住，你不会，你就会硬顶着下来了。太硬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啊，接下来我们把板子停在缆车这。哪里缆车？不然就是。因为旅馆是比较低的，算了算了，反正我们等一下，反正就停在旅馆就对了啦，对，不是停在餐厅啦，去吃苹果派吧。
我看我今天制造了大量的刮痕吧。我的板子应该有很多刮痕的今天。没有啊，我不是抱怨，我是说我看今天回去可以观察，看是不是。好啊，冲啊冲啊！这里的话还可以冲一点点，一点点而已。而且我们要去的是左边那一个。我觉得一定过不去的。就是要走过去。对啊，所以我说干脆还是停在餐厅前面吧。顶靠靠啊！不过至少比上次第一次滑简单一点，上次是被霜雪吓死。你看他录到影片，我都在跳吧？不知道，对，反正有手机录。手机，手机。脚软了，脚软了。是往他的往上。哦，这么好，可以啊。先放，先。中坏了吗？怎样？现在几点？一点半哦。一点半不行。一点二十三。可以。好啊。嗯。关起来，关起来。